属于台湾的歌。我今天在这边，我齐聚一堂，我们要的就是等待。我们南一的教育会像刚刚那首歌，或者是像我们今天所开出的蜡烛，或许在我们的努力之后，会有一点点的希望，一点点的亮光。你希望教育部可以有什么样子的回应？对于这件事有做出什么样子的更具体的回应？对啊，像我们的诉求是退回辅导，就是最主要的诉求。退回回应，觉得你要回是主要是要还是要跟学生当面沟通，然后把一些诉求拿要造成的共识。然后他是主要就是以中华文化为主，我们就是在在讨论这个事情。然后对于这个的话，我想这应该扣及到整个教育的根本，才有办法去让人们培养这价值意识，知道整个教育的问题。我针对都。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我们主要是在这里。